杨幂徐凯新剧是先婚后恋爱，剧情被曝光引发热议，还是演员原声。对于杨幂，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？杨幂出道多年，演出过很多影视作品，前段时间还和徐凯一起合作了新剧。目前《爱的28定律》这部剧已经杀青，正在后期处理中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和大家见面了。近日有消息称，杨幂和徐凯的新剧剧情是先结婚后恋爱的，而且剧中说话用的还是演员的原声。这一消息曝光之后，也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热议。很多网友都表示越来越期待这部，相信播出之后也是一部大热剧。你们觉得呢？